安。啊，咱继续这礼拜继续读圣诗的诗篇。啊，伫这个经文的内面，咱会发现每一个诗篇拢有伊真要紧的背景，嘛有伊真要紧的神学意义。特别这个诗人，啊是这个信徒，因在将这个话语写落来时，的确伫这内面拢有伊对上帝真要紧的表达。今仔日咱所读的这个诗篇，通讲伊原是大卫的诗篇，总是伊叫做君王的诗篇，是基督的诗。伫大卫要交战的进程，伊要出去征战的进程，因已经有限制。咱来看第三章，遐有讲到限制，因已经限制了，因嘛已经有军事的计划，计划好势。拟定要安怎样作战的计划已经做好势，在第四章会看到。后来，这些军兵因三个组织，照因的军队的安排，大家人徛因的旗，照因的旗来列队，来列队。这在第五章的所在看会出来。当这些事拢准备好势了后，因要做伙做一个祈祷。这个祈祷就是求上帝帮助因。会当伫正正的内面通得胜。捌有人甲我讲，讲牧师，那既然咱拢倚靠上帝，安尼就互上帝去做就好。实际上唔是，伫这个所在，咱有看到上帝伫伊个帮助的内面、祝福的内面，伊个百姓有缘着限制，有缘着计划，有缘着丢逼，即个所谓的事好势。爱尽人应该尽的本分来安尼做。但伫这个基督的内面有分做两部分，头一个部分是百姓集体的基督，就是这些百姓大家组织为着因的王，因的王要带队出去征战，所以为着君王来祈求上帝，唔忙上帝帮助因的君王，和因的君王带领因出去征战的时。就会通打赢。后来，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君王伊家己的祈祷，伊家己知影，伊家己本身是一个做国家的领导者，伊代表国家，伊嘛代表国家的命运，所以伊伫这个所在用信仰提醒伊家己，嘛鼓励伊家己，的确都爱倚靠上帝。所以，伫这两项的祈祷的内面，伫咱今仔日的圣的诗篇的中间，咱就会通看到一个真水的祈祷。但当然，当咱逐摆读到这类的祈祷，咱拢唔知影要安怎，因为伫这个时代，咱伫较少年的，咱唔捌经历战争的事，咱嘛一直认为伫这个时代，咱可能未拄到战争的事才对，总是。在这个所在，咱却看见近来，不管是美国，不管是苏联，还是北韩，还是中国，一直在展现因的国家的飞行机、因的战船、因的装备，而且实力。但在这个内面，在展现的过程的中间，真侪国家真烦恼，特别在咱的东南亚、东北亚、这苦力啊，咱真烦恼。行个战事伫咱个中间来出现，所以真侪人伫祈祷。当然，伫这个过程内面，大家人嘛拢咧做准备，惊了有一日真正有这个代志发生。但每一个人，虽然咱今仔日无拄到战争，总是咱基督徒伫咱个生命内面，伫咱个属灵个战争个中间，咱逐日拢伫灵修。咱逐日拢在演练，逐日拢那亲像在演习。万一哪有一日咱拄到代志的时，咱要安怎样去面对这些事？那基督徒可能逐日会为着本身来祈祷，会为着家庭来祈祷，为着教会属灵的精进来祈祷。我想这个是拢真要紧的功课。那另外，伫教会内面啊，有一位。啊，牧师，伊就伫牧师的内个族群个中间，啊，呼吁即个正牧师为着因教会祈祷。我想讲是为着是啥物代志祈祷？伊讲因伫教会内面
有女子的篮球队，特别有三位在这边在世代运的中间啊，有缘代表国家啊，要去征战。所以我们每一个教会的牧师会当为着因的教会这几位的姊妹来祈祷，唔忙因的教会嘛会当因为安尼啊有一个真水的见证。当然，伫祈祷内面，唔知要安怎样祈祷，是祈祷互这对爷互对方舒适无？咱今仔日咱的下晡，咱的垒球队也要甲就一个公司啊的代表队要有交易。啊！大家人嘛讲真好，爱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。但当然，这嘛是另外一种的精进。总是这精进到底是要安怎祈祷？是希望咱的兄弟姊妹在这个交配运动的中间，有缘大家人拢有真好的球技，拢会当有真好的表现以外，大家人嘛拢有真好的性德、生活的见证。因为早前捌参加教会真侪运动比赛。常常伫战场伫迄、那个啊，大家交杯伫球场的时，常常冤家，佮甚至伫冤家了后，佮会错歹嘴的。牧师拢有当时无法度想象即款的代志，才会伫教会来发生。总是大家人拄到战争的时，战争的时，拢甲对方当作对敌。我想，咱伫教会三个交杯，毋是对敌，交杯是一个真要紧的事。咱真欢迎，归人教会、台南中会归人教会，啊，伫新学生带领因的青年，张下晡就来到伫咱的教会，到咱的青年三个交陪、三个啊联系，啊，伫遮大了，今仔日参加咱的礼拜。我伫想，归人教会到凤山教会青年的中间，毋知有竞争也无，毋知有比较也无。会发现讲，哎，台南市的甲高雄市的，哦，阮的教会虽然是安尼，总是比恁教会较有气力，阮的人比恁较侪，啊，是讲阮唱歌比恁较好听。伫这个内面，到底是竞争的对象，还是属灵竞争的谈判？这是一个真要紧的观念。我相信咱的青年詹梅可能交杯了真袂歹。我想十点，因讲拄啊散会。我想安尼十点半准备要关门，我的查某囝还袂转来。我问牧师娘讲啊，因人咧？结果到十一点外，我的囡仔转来，我的查甫会转来。啊，我问伊讲啊，妹妹咧？伊讲无共队。阮遐只一队，因遐佫另外佫一队。到十二点才转来。当然有当时咱的看心，总是嘛是真欢喜。因会当有真好的交陪，伫即个中间要伫上帝面前来表达，咱伫信仰的顶面，唔管伫倒落，咱拢是属灵的同伴，咱要做伙有好的连结，做伙相佮来争执。我想，这嘛是国际基督会因一个真要紧伫事工的内面一个印象，就是甲教会当有好的连结，做伙来宣扬上帝的福音。所以。这些单位拢唔是咱竞争的对象，是咱合作的对象。当咱看见当时台北带这些百姓要面对竞争的时，伫信仰上的了解到底是啥物？头一项要竞争，因一定爱挖靠上帝，因对上帝了解，因讲愿耶和华，愿雅各的上帝的名。咱读到这时，咱就发现这个名真要紧。上帝的名代表伊家己的启示，代表上帝的气力，嘛代表伊本身。对民数记第六章的二十七节，上帝通过祭司来祝福以色列百姓，底下讲：用我的名下伫以色列人的顶面，我也要祝福伊。意思就是讲，通过这祭司的祝福。上帝的名的福气，嘛要临到伫以色列百姓。到伫约翰福音新约十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，耶稣嘛甲伊的门徒安尼讲：，恁伫我的名凡所求的，我要行伊。伫我的名，伫主的名，咱伫这个所在特别愿雅各上帝的名，雅各的上帝的名，除了咧讲上帝的
开了以外，为什么要特别讲到雅各的上帝的名？这个雅各代表什么？雅各代表整个的以色列，代表前上帝跟阿伯拉罕、跟以撒、跟雅各有立约，因为上帝的福气世世代代跟因撒个地带，所以那是奉雅各的上帝的名，因奉阿伯拉罕的上帝的名，奉以撒的上帝的名，上帝拢跟因撒个同在。对大卫来讲，当然更加确信，因为上帝有跟大卫立约，讲我要让你的国真最大，所以在这里面因真确定，当伊要出去征战的时候，因奉因的上帝的名，历代应允，的确得胜在人的面前，这是因所深知的。所以连王大卫知影，百姓嘛拢清楚这事，所以因的心大大有信心。但伫这个内面有另外一项较特别的事，大卫为着家己祈祷，百姓嘛为着王祈祷。有当时咱咧想讲，应该是王爱替百姓祈祷，那有百姓较软弱的人在替王有权力、有权力的人在祈祷，这是一个真奇怪的事。总是咱啊看这些正百姓甲这些军队为着因的王祈祷，祈祷什么？圣经内面讲，求上帝安置你伫权的所在，帮助你、扶持你、纪念你、接纳你，成就成你一切所求的。安尼意思是甚物？大项的祈祷，大项的祝福，拢临到伫这个领导者君王的身上。上帝要高举你，迄、那个高举唔是要让王高高在上，是要让王徛起伫石板顶，表示上帝的眷顾，表示上帝的祝福，表示上帝的同在，表示上帝是王的避难所。所以这些在原文的字的里面都相关，所以意思就是这些百姓替王祈祷的时，因确保上帝所有的福气临到在王的身上。那在这个里面，因到底要表达什么？头一项事，因愿上帝将伊成的约的福分收束在这些百姓的代表，就是王，这些百姓的代表就是君王。所以他说，在这个地方讲到的你，愿上帝接纳你，什么你，什么你，这个你就是君王。当然我们读圣经，我们都会把这个你换掉，改做我。上帝啊，求你接纳恩生，帮助恩生，纪念恩生，成一切所求的，有没有？有人教我们这样祈祷，这是真好。总是在这个你，是在说到受抹油的，圣经这段经才是为着君王受抹油的来祈祷，所以因真清楚知影这个王是代表着整个的国家。这个王若兴起，国家就兴起；这个王若软弱，整个国家就受灾的。所以这个王结连伫整个的国家的命运。那是安尼，我相信在咱们大家人拢有真侪的感受，咱的国家办世代瘟，总是有人伫遐抗议。但到底是要让什么人好看？有人想讲，阮就是要让总统好看，要让伊无民主。但伫这个另外的想象的内面，咱都会去想着讲，咱的国家过去，不管什么人执政的时候，拢让百姓伫遐咧家咒骂，大家人拢伫遐家看衰。大家拢伫迄个所在甲偷骂，拢是妄望来成就另外一个党派，会当来成就。毋过即款的对立，对整个的国家毋是福气。所以伫即个所在，咱看见国家会当伫王的带领内面，甲百姓是结连做一体的。所以即个百姓的第二项的任务就是，当王若得到福气的时，上帝会通过王的带领，嘛带来这每一个百姓拢得到福气，所以因相当的合一，相当的团结，就到第三项。在这个经节的内面，咱看到王甲百姓是做一体，这款的祈祷何等的水！当百姓为着王祈祷时，
王金家激励家己，伊就爱真认真，伊就爱真拍拼，为着国家的命运，伊金家就爱挖靠上帝。因为这款的祈祷，通帮助咱。牧师伫过去的牧会过程的内面，牧师是受抹油的，长老是受抹油的，阮拢真清楚知影这个角色。所以伫教会会友通常，拢会仰望牧师，你是伫上帝的代表的内面，你较有气力；伫属灵的内面，你较有权柄。所以你就为着会友来祈祷甲祝福。所以过去的祈祷会，差不多拢是牧师替会友祈祷，长老替会友祈祷。阮真罕得有会友替牧师来祈祷，当然咱私底下有，总是祈祷会无。所以拄仔来到伫洪山教会时，咱对过去伫无牧者时，就一直为着牧者祈祷，希望会当聘着牧师。当牧师来教会时，逐礼拜参加祈祷会，咱的长老在带领时。逐礼拜头一个，请咱为着牧师甲牧师的家庭祈祷。我大声足未习惯，坦白讲，我大声足未习惯。我伫一两礼拜了后，我就甲牧师娘讲，我来甲长老讲吼，莫阁为着牧师祈祷啊！我感觉真歹势，感觉会有那亲像一直安尼要重视牧师啊，和牧师的本身吼，那亲像受高估的感觉。当然可能是牧师的错解，总是后来我一直无讲。我伫这个内面一直不断地思考，一直伫灵修的内面嘛看圣经，后来才明白一项事：，这个会友唔是干那为着牧师的身躯臃肿，为着牧师的家庭祈祷，佮较要紧是为着这个牧师的职务，为着长老的职务。这个职务的内面有带着要紧上帝的抹油，为着这个职务来祈祷。那是牧师的带领有困难，教会会友大家人拢通过上帝得到利益。在这个一体感的内面，后来我才了解，原来是安尼。所以我后来就种花叶，进逐礼拜拜三头前听到讲来为着牧师的祈祷的时，我的心内拢足温暖。我的心内就会发现讲，我真有困难，相信咱的长老在这个内面，也是咱的干部、咱的会长。嘛足有气力，因为咱的会友同齐一个心，为着教会的合一、教会气力、做会的祈祷。所要成就的是国家的名，所要成就的是上帝的名。当伫这个内面，当咱有认捌上帝、认捌这个团体的一体感了后，伫圣经的内面就讲到徛旗，这个徛旗。就是大家人伫列队，伫迄个阵旗的后壁面，要军队时，出去战争一项上较要紧的，就是要拍赢。伫拍赢的中间，拢有一个动作，就是把对方的旗给拗落来，后来将咱的旗给插起来。我想，这个伫每一个战场，差不多拢是安尼。伫这两日的世代运的内面。大家国家的代表队拢真仰望，大家人若摕到金牌时，升起的是啥物？升起的是国旗，所唱的是因的国歌。这个内面，我有当时在想，太无爱升某物人的名，全升起，是安怎爱升国家的名？是我着第一名，是安怎升国家的名？应该是我的名升起哩才对啊！大家人拍波啊，升我的名，总是唔是，是升国家的名。这是一个尊严，这是一个懊恼，这是一个国家的代表，表示国家栽培伊，后来让伊会当伫这个所在，将这个阳光归伫整个的国家。伫国家的内面都会安尼，那是安尼，咱伫咱的熟练的生命的内面，咱伫竞争，咱伫竞争的过程啦，看赢的是，咱要先对一个旗，咱要先咱的旗，还是先上帝的旗？啊，是先教会旗，我想这个是一个真要紧的功课。咱若是看出来及记第十七章十五节，出来及记十七章十五节，底下有讲到耶和华尼西，进外教派的歌的内面，常常爱唱耶和华尼西、耶和华以列，啊，有真侪人拢问牧师讲，迄什么意思？念耶和华以列，念耶和华尼西，什么意思？
耶和华尼西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就是我的旗，耶和华就是正旗，耶和华就是旗，就是得胜的旗。那是安尼，在咱的生命内面，咱的前进，咱的愿望，对这个旗落来，咱的旗要升起的时，是咱要高举上帝的名，要和上帝的旗插在对的的赢盘的顶面。顶刚牧师有讲到，伫古早以来的战争，那是咱的国家赢，就代表咱敬拜的神赢；那是咱拍输，表示咱的敬拜的神输。伫早前拢是安尼，所以伫即个内面，因五万上帝啊，那阮拍赢是所胜的旗，就是你的旗。伫咱的社会，咱伫咱的厝内有插咱的旗啊无？你说，在你的厝门口靠，虽然咱有写黄玉哈，的厝啦哈，咱有外口插一支讲，插一支旗无？无啦，无人安尼做哈。总是咱的社会有迄款的旗，当在办丧事的时，咱会看到一群的人穿乌衫，看到一群的人举旗，哦，足大滴呢，不过看起来真恐怖。这群的人到底是代表什么人？顶面有伊的号旗，有伊的号，迄、那个号是咧讲什么？表示阮是属于对一个党派的人，阮是代表这个地方，这个势力是阮所努力打落来的地盘。所以这群的人，咱称伊做什么？咱称伊做黑道的。在咱的社会，有人在插这种的旗。总是这款的旗是要代表因的成就，是要代表因的溃烂。总是那是咱在咱的生命的内面，咱的德性到底咱要插什么旗？我想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功课，是插上帝的旗。但在这个内面，当因五万安尼德性的了后，因嘛知影上帝要成一切因所求的。当这个确信了后，要出去的时，因就彼此安尼讲：有人挖靠车，有人挖靠马。伫古早，那有车有马，有战马有战车，是已经上好的。表示大家人伫战争内面有这种的武器，已经是上强的国家。所以一般的人真惊车甲马。所以意思就是讲，伫这个中间，甲咱讲，咱唔是挖靠世间所挖靠的困难。无挖靠世间的车甲马，咱是挖靠上帝。打过去，伫台湾的选举的内面，有人讲：你看圣经有安尼写，唔通挖靠车，嘛唔通挖靠马。这个马就是唔通挖靠马英九。虽然这是一个讽刺，总是唔嘛咱基督徒嘛唔是用安尼来咧读圣经，用安尼来。道有讲哦，你看，遮有讲着讲袂使挖靠马，所以唔通选伊。圣经唔是安尼写。伫这个中间，咱就看见以色列百姓伫伊心内真清楚知影一项代志。因过去的故事的流传的内面有讲着讲，当以色列百姓出来去到伫红海时，因要过红海，后壁是埃及的军兵，因的马车赶哦，安尼几百只、几百只一直追来，到尾啊。在圣经出来及其的所在，第十四章就记载，这不管是五百只，不管是六百只的这些马车、军兵，后来拢沉落在这个红海的内面。所以，因真清楚知影，不是挖靠马，不是挖靠车，独独是挖靠上帝。但当因要挖靠上帝了后，因后来就安尼讲，在咱今仔日的圣。诗篇第七章的所在，伊讲：独独愿要讲起耶和华，愿上帝的名。搁回复等于到第一章讲的，愿要高举上帝的名。阮若正名，愿要讲起，愿要提名，愿要伫各所在报传上帝的名。唔是代表的名，唔是以色列的名，是耶和华上帝的名。所以咱今仔日咱基督徒拢足谦卑。咱拢知影要高举上帝，捌有人捌甲牧师安尼反映，讲牧师啊，予人一点仔成就感，敢袂使？
我讲会使啊，互人一点仔娱乐甲阳光，敢袂使？我讲会使啊，互人一点仔鼓励，互人一挂奖赏，敢袂使？我讲会使啊，总是有一个反省。那是这个奖赏，这个娱乐，是你家己乎你家己的，是你家己报赏你家己的。那是安尼，咱伫一般叫做自肥。我伫这个单位，我做领导者，我家己来娱乐，我家己，我家己来报赏我家己，这叫做自肥。另外一种，我甲你暗示，我甲你讲，啊，你啊会记得甲我娱乐。你还会记得给我感谢，这个叫做讨功劳，这个叫做邀功，这个叫做讨奖赏。在咱的信仰里面，这无叫做荣光，这无叫做荣耀。在咱的信仰里面，咱学了上帝，敢会减少一点啊？咱的荣光，袂。当咱把一切恩光归伫上帝时，咱无减少一点啊对上帝来恩光，甲别人对你的感谢，无一点啊都无。总是咱人的软弱，常常爱人提起咱的名，咱爱人常常伫人的面前甲咱娱乐。总是今仔日伫即个战争的视频的内面，上帝要重新复道，予咱有气力，唔忙咱徛起。咱所徛起来的旗，的顶面的名是耶和华上帝的名。唔忙，咱正伫各所在所徛的旗，唔管是伫球场，唔管是伫我的厝内，唔管是甲迄个熟人正一个对敌，咱所徛的旗是耶和华的名。你要徛这个名也无？那有，咱做伙来徛这个旗，做伙三脚头来祈祷。主，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的恩典，我看见你救赎的百姓，因在信仰的内面的合一，因为着因的君王祈祷，就是为着因家己本身祈祷，因的王得到福气，因就得到福气。主啊，我仰望上帝照顾你的百姓每一位，也乎所属丰收抹油的教会的这些众领袖。予阮常常警醒阮家己，因为阮会影响着规个教会，影响着规个家庭，影响着规个国家，所以阮着更加谨慎。阮伫上帝面前的思想甲作为，愿主搁一摆帮助阮，予阮伫你的面前得到阳光。上帝，你的保守悬过阮所会通求讨，愿主祝福予阮。我们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